我们根本就没有送给田在天，根本就没有送给他。为什么袖扣会从田在天的口袋里掉出来？到底是你为了自保，拿去做田在天杀人的证据，还是根本就是你杀了人嫁祸给田在天的？ 到底哪一句是真的，哪一句是假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呀！我是天下最大的傻瓜，爸。 你把我变成了天底下最大的傻瓜！你明明杀了人，却要骗我说你是无辜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连你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信，都要骗呢？可笑的是，我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信任你，从一开始到现在。 对你无条件的信任，让我越走越远。我失去了他们，我失去了爷爷的信任。没错，在你的指引下，我成功了，我胜利了。可你有没有看到，我把我自己弄丢了？ 我把我最心爱的糖糖，没有了糖糖，成功算什么？胜利又能怎么样？所有的人都不祝福我们，我不介意。但我想不到的是，居然连你也放弃了。好，很好，那么就没有必要再继续折磨下去了。那干脆我们分手吧。 唐唐，对不起。以前你总跟我说，我们两个人不可能在一起。每次听到这些话，我都很生气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你说的没有错，错的是我，是我。你总是说。 我是超人，可是，就算我是超人，我也回不到过去的时候，我也回不到案发现场的那个时候，连悲剧不发生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凶手居然是曾聪明。说实话，我一直觉得你没有离开我们。每次我没事闲下来的时候啊，我总能听见你在说：“我买菜回来了，快给我倒杯水，我热。”或者说：“我这儿痒痒，赶紧帮我挠一挠啊。” 你的声音总在我耳边，可是为什么你人却不回来了呢？啊！
你还敢来？阿丽，我是来向观众说道歉的。谁让你道歉？ 也许是我爸爸害死你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也想象不到当时的情景。但是我们肯定难辞其咎，真的对不起。如果真的是我爸做的，他也难逃法律的制裁。今天，我先向你和你的家人。 阿丽，少在那边假惺惺的！什么也许，什么如果，少跟我说这些屁话！你以为你磕头认罪就有用吗？啊，能换回我爸的命吗？能换回天外天吗？能换回我们万家乡秋游的名声吗？你以为这样就能洗脱你的罪名吗？抢注专利是我不对。 我保证，只要我再山水一天，就不会阻止天外天使用秋游。只要你们的秋游鱼还能继续生产，我相信天外天一定能够渡过难关，转危为安的。你以为我们上市秋游鱼只是为了赚钱吗？秋游是我爸留下的心血，他耗尽心力，反复研制，才找到这个已经失传的秘方。 他为的，就是让更多人能够尝到这个美味。因为他觉得，这是每一个厨师的使命。我们之所以上市秋游鱼，就是想为我爸完成心愿。可是你今天过来，告诉我，让我们继续使用秋游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我们什么时候说过要放弃的？程朝觉。 你们山水能够击败天外天，也可以用卑鄙手段把万家乡击垮。可是你们这样越无耻的胜利，只会让你们与美食的精神离得越来越远。我们不会因为你们卑鄙的手段就放弃我们原有的精神和坚持。我告诉你。 我们会一直使用秋游，还会把秋游的秘方，还有制造的过程，传授给懂得尊重美食的人。如果只是使用秋游，我还可以说服山水的股东。秋游的秘方我们山水已经注册了，如果你执意要生产的话，我怕我爷爷弄不好会弄成一场官司。 什么？你们还要告我们？秋游鱼已经下架了，我也已经下台了，天外天已经要破产了，所有的坏事都被你们程家做尽了，你居然还恶人先告状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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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你以为你来道个歉，人就能回来了是吗？人就能活了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一巴掌打你是为什么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 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时候一到，你们肯定要遭报应的。你给我滚！叫你滚，你听到没有？叫你滚呢，你听到没有？别打了！你们别打了！阿丽。 阿丽，别这样！你别打死他！别打了，赵菊。 赵菊，唐唐，你都跟他离婚了，你还这么放不下他？他可是害死你爸爸，他爸爸可是害死你爸爸的凶手。 Ha ha ha!